今天我要成为宝可梦大师。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光。今天我们又发现了一款神奇的宝可梦游戏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可以选小智或另外一个女生。我觉得我们就选小智吧。OK， 来下一个，我还可以换发型跟身体的衣服吧。哇，爆炸头哎！我们可以当这个黑皮肤的小智吗？哇塞，我们直接换这个经典的服装好不好？来下一个哦，我们可以选小火龙杰尼龟，然后这是什么？是橘什么什么？这是什么妙蛙种子吗？应该还是什么什么橘草？那一季我没看，我觉得我选火系的好了，小火龙看起来比较厉害。山寨小火龙，它后面的尾巴竟然没有火哎。OK，Let's go， 我们可以取名字哎，我们要叫什么？我们叫做小智吧、啊？不能吗？我看看，好吧，它只能讲英文，那我们就叫一二三。OK， 好了，一二三要进行我们的冒险了，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真心镇对吧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周。前面有一个 VS 哎，哦，进行对战吗？他说什么？你如果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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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进入对战了。哇塞，这音乐，哇，这音乐也太像了吧！我还以为他是在打棒球的呢，他丢出一只草系的，我当然是丢小火龙啊，你死定了。喂，为什么的小火龙会发出哇的感觉啊？哇，重型的大型火焰啊啊啊！走错棚了是不是？大型火焰是数码宝贝的啊！他摸了一下我，竟然 miss， 太可怜了吧！再给你吃一颗大的 ，biang， 都是暴击，我太强了吧！获得了四个金币、一个钻石，还有一颗宝可梦球。OK。我不敢相信，太神奇了！谢谢。哦，为什么那么宝可梦还可以收集这个蔬果？这是什么？给他吃。哦，升级！为什么吃东西是升级啊？为什么？再给他吃两颗。哇、哦，升级了！可是哦，他攻击没有升级吧？他只有升级血速度跟这个暴击率。OK， 好，那我们就回来。还有一颗哎，太快乐了吧！哇、哦，前面有一只可以收集的宝可梦吗？博士你好，啊，他是在恭喜我吗？啊，的第一场胜利 ，OK， 我们获得一个地图，哇，太酷了吧！这一场神奇的大冒险，还有道馆，是不是太棒了？哦，这游戏做的好像有那么一点回事哦，虽然不是正版的啊。山寨版的哇，还有钱呐、啊！我想等一下还会吃广告呢。哦，是每日吗？我收集了每日收集到了，喂他吃到翻天呐、啊哦！其实全部都会升级耶！哦，快乐快乐！还有谁是我的敌人？你说，还有谁有办法打赢我？我还有吗？我还有五颗，最后五颗都给你吃了。太好了，我现在攻击力有44哎，暴击有309。他这边有一个，好像可以点哦，免费的，抽起来。哦，两个钻石，应该是之后可以拿来用吧？哦，看广告，或是等四分钟。进去这间家里面。你好，看了广告就可以吃它不？要、哦、看广告可以吃两个啊、哦，又有20颗嘞！哇，我要让我们的小火龙进化再16个金币，太好了，我们可以进化了，决斗吧，先生，我们来决斗。Well done，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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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出来了，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我干嘛。我们再往前面，哦，啊不，这果园是可以在这里。等一下，他就会一直给我东西耶！我、哦、前面也有，来，我要收集这只菊草叶啦！想起来是菊草叶，一二三对上菊草叶，来，
派上我的 wish。 我来了，对决吧，我们来对决菊草叶。它的菊草叶好看起来有点可爱，是猫咪耶。为什么它攻击这么高？把它血怎么那么高啊？哎，不对，我血也蛮高的啊，哈哈哈，我还有四等啊。来，为什么是它先攻击我？哎，五滴血，草系打我本来就来暴击，不要！哎，不是309吗？被骗了吗？哦，五滴血，好像很痛一样，它怎么都不会有那种重型伤害。哎呀！简简单单的暴击啊，可以收服，来100%收服他，耶、yeah! ！我们的宝贝球是一个蛋型的，成功了，我们收服了菊草叶，他攻击才30啊，啊，没事，等等，让我好好的喂你一下啊，来来来，现在马上就能喂你了，喵！为什么他刚刚打我的时候好像比较强？为什么到我这里感觉特别弱、啊、？OK， 好了，吃饱了吧？吃饱啊！这个图鉴，我们获得图鉴，获得图鉴没有什么好康的吗？哦，挑战者 ，I don't think you can e 你，我觉得你没办法简单打败我吧？我的翻译，哇塞，他的都是进化的。OK， 没关系，进化就进化，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小火龙可以打倒全部啊！哦，当然是先放这只啊，菊草叶出来吧，菊草猫，菊草猫，哦，菊草猫血比较多哎。我的回合，我的、哦、super， 哇，太 super 了吧！我的超级大招直接把它干掉。嗯，这是我的进化型吗？应该是我的进化对不对？哦，如果你要再放广，要看广告，要再放那招超级大的哦。哎、啊，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我刚刚跟他打架的时候，他都是用一般的咬？是因为他没有按到暴击吗？哇塞，好快乐哦！对方都不会射出什么暴击的伤害。哎呀，打我6滴6滴的，别闹了吧，兄弟！不对，他是小姐，别闹了吧，小姐 ！Boom， 获得胜利啦！这个如果看广告可以开3个，不，我们要正常游戏。看广告获得东西 ，yes， 来，反正应该是说我太厉害了吧，哎、欸，还不错玩，就这样吧，那我们要走啦，哦，等一下，这边有一只宝可梦，可是我们身上没有东西可以收集耶，我们先升级它好了，6颗，你竟然要吃到6颗，升级要16颗金币，快可以了。2只都快可以了，很好，我们可以当最强的，像皮卡丘那样满等的吗？满等的初级宝可梦，2只都放上来，其实1只就够了。这是一个兔子，哎，都草系的，难道这个游戏没有更强的这个宝可梦啊？什么超能力系之类的吗？去吧，我的菊草猫。哦，因为我这只比较快，脚程越快就可以先攻击，我懂了。去吧，呸！吐痰攻击，啊，他应该是冲过来揍我一下 ，miss， 不会吧 ，miss 哎、欸、，miss 哎、欸，大哥，嘣，哇，直接碾压，哎、欸，哇、哦，他们也会放出大绝了，没事，我们的暴击比较痛，去死吧，呸，吐痰攻击 ，miss， 怎么可能？ow。7D 好像很痛一样，呵，去吧，呸，嘣，可以收，看广告可以收服，看广告吧，哎，不能看广告吗？好吧，我只能放过他了 ，No way， 哦，前面有一个像鲁夫的，哦，我捡到2颗，哦，我懂了，拿广告可以看2，啊，我是不是应该关了广告？可是我没有关广告啊，我广告打开嘞，不知道为什么他广告不给吃了。Happy playtime 吗 ？Happy， 哎，他六等哎。Happy 要上来打他啦。让我们的 Happy 上去打他。
哦，不对，它是喵，它这才是 Puppy。哎呀，我们 Puppy 都比较快，去吧。呸！哇，它血有54哎，真的有比较厉害一点哦。从7D 变9D， 有啦有啦，我感觉到你的进步啊。呸！吐痰攻击，哇！那收一下好了，对吧？嘿，成为我的宝可梦吧，100%。不要想了，你就是我的宝可梦了。耶、yeah! ！哇，他的攻击怎么这么低啊？只有22，太惨了吧？悲惨的数值。OK。Nice。Puppy，Puppy，Puppy 加油 ！Puppy 多吃点哈 ，Puppy 吃饱好上路哦 ，Puppy 多吃点，多吃点。OK， 我 Puppy 11等呢。到底可是他哪里？他哪里有这个11等的能力啊？看起来就没有啊，对，看起来就挺烂的。糟糕了，我觉得我的 Puppy 有点烂。鲁夫，鲁夫来打架吧，鲁夫。Special Battle Show Me， 让我看看你有什么特别的吧。那我们的 Puppy， 看鲁夫你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哎。鲁夫你家就只有种子而已吗？来十一等的 Puppy， 看我的 Puppy 比较慢是不是 ？Puppy 不，哇哦 Puppy 啊啊啊！你的攻击未免太弱了吧？14，好吧，我的 Puppy 也是挺弱的。Puppy 你不能这么弱 ，Puppy。我叫他暴击，好像有点厉害。Out， Go Puppy， 呀、yeah, ，剩七滴血，又是一个一打二的局面。真是不好意思啊，各位 ，Puppy， 死呢！呀，打倒啦！他 miss 哎、欸，我以为啊，我也 miss 啊，真是的。啊，我一个小小的攻击就好了，啊，这样就死了啊！如果不是最中间的，就会是用拳头攻击啊。OK， 没问题。我倒是很想试试看最旁边的到底是什么，反正我后面还有两个宝可梦嘛。啊！我用咒的时候可以咒出暴击，看你是有多悲哀，去吧！呸！这样就14，我用拳头打暴击还有12。哎呀 ，miss 哎、欸，怎么会这样？我们再试一试最旁边的看会怎样，打击系的9D 哎、欸！哎呀，怎么都没把我打死呢，兄弟？那就是你死吧，不要 miss！ 哎、欸。我们用63的血量就打赢他了，我们太强了吧！开宝箱，获得两颗这个宝贝球，蛋蛋球。他说我的这个，观众可以帮我翻译，我相信观众可以帮我翻译的，对吧？来，啊，不用，我们开一个就好了。哦，两个钻石，两个钻石还好。哇，前面有好多宝可梦可以。这个收集吗？我先拿一颗，啊、我有三颗了。我怎么觉得，哦，哎，我有30。我们先升级我们的小火龙，变成大火龙。哇，哇塞，血量加37耶，攻击力直接好不好？爆升。我们没有水果喂你，不好意思。OK， 我们。来打一只试试看，不好意思，你就成为我的实验品吧。它叫 Summer， 一只就够了，好不好？它是能多强？哎，拜托，我可是进化过的小火龙，哎，小火龙，血一丝二，到底要输什么？对吧，各位？哦，啊，是它攻击比较快啊，没事。哎呀，太痛了吧，三滴血，哦。呸！烈焰光线，哦哇哇哇，太强了吧！我们收集这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种子吗？好吧，收集起来就当炮灰吧。反正我们有三颗宝可梦球嘛，
耶、yeah! 欸！如果收集两颗可以合体吗？哦，领钱！呀呀，我们 Peppy 走开！我先喂他吃东西。你这东西62、64 ，OK， 让喵进化，喵喵进化吧。菊草喵进化成大橘喵，变成这个老大橘喵。有了，攻击看起来变强了 ，OK， 有61的攻击耶。我们还要找一个实验品吗？这只就别了吧，打过了就不用了。来，口叉娃，口叉菇。哎，不对不对不对，我们先让猫咪去试试看。我们来看一下猫咪的攻击啊，猫老大，流氓老大，菊草流氓咪，你看他脸看起来很凶狠啊，我们屁股是怎样？看起来有点丑哎、欸，来来来，嗯啊，就这样，不是哎、欸，哦晕眩啊，哦，又是我哎、欸，真是不好意思啊 ，biu。30的攻击，换你了。哎呀 ，miss， 真是不好意思，咬他一下就好了。哎，对不起啊。哇，咬一下暴击。我要收这只看起来丑丑又没什么用的吗？反正我们有两颗，收吧。嘿，叮，进入了我的宝可梦球。耶，收集了一只，哇，攻击蛮强的，35，还不错。哎。你好，和你对决一下啊。OK， 你等我等很久了是不是 ？OK， 来吧。他想要接受我的挑战。他的杰尼龟怎么看起来有点那个脸有点衰啊？我们就用小火龙看能不能一打三吧。哦，不对，小火龙星。就 spam the bear， 没事，我们先用菊草喵，速度。为什么是龟比较快啊？哎、欸，哦，没有，我比龟还快。去吧，呸！我60，不愧是草克水。哎呀，6滴血，你真的是要加油哎、欸，真的要加点油好吗？呸！随随便便就暴击。哎、欸，小姑姑啊，完蛋，那你输定了。你怎么会把弱的先放前面呢？像我把弱的放前面是因为把弱的放后面是因为就是你知道我们已经一只就可以打赢三只了嘛，不然基本上通常不是会把弱的先放前面然后强的放后面吗？哎呀，怎么还有4滴血？哎呦，15滴很痛哎，还要再打10下，你自己加油了，摸一下。什么？我故意用手去羞辱你，竟然失败了吗？哦，攻击力是蛮强，这只菇，我就不信羞辱不到。再来，再一只菇。可我想换我的大火龙啊，不过还是我们比较快，不好意思啊。哎、欸，送你一个晕眩攻击耶！啊，加油了啊！我们又晕眩了。这好像打不死他、欸，除非暴击。呸！30 ，OK， 30的攻击是蛮高的哈、哦。啊，12滴，还行，吃我一炮！呸！哈哈哈哈！过关啊！不好意思啊，兄弟，应该说大叔，不好意思啊，你的有点弱。哦，拿到一颗，谢谢。来，各位，今天第一集就到这里啦。如果这个大家喜欢这种宝可梦挑战、哦、我们这个后面还一整条道馆可以让我们挑战。好，想看到下一集呢，啊，记得帮我点赞，拜托啦，各位，你们点赞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啊。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这个，那我们的影片标题呢，后面也会附上这个游戏的那个名字啊。大家如果想玩玩看，也可以下载玩玩看，然后告诉我你玩到哪里了啊。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记得喜欢订阅啊。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